你有多少件想尝试的事？100件、10件，还是1件？我不确定，我只渴望把每一件热爱的事情做好。我是王鹤棣，是一个演员，喜欢打球，喜欢说唱，同时我还是 DDZERB 的品牌主理人。我自己一直很喜欢 hiphop， 然后喜欢篮球，喜欢很街头的风格。小的时候喜欢把自己的短袖剪成背心，变成一个球服就可以穿去打球，自己一剪就完全属于你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。好玩热爱，所以打心底里的渴望去把它们做得更好。我们有一句话叫 playing be real， 放胆去玩，用心去做。我是一个行动派，就是能动手的事情尽量别说话。你永远不会完全准备好了才去尝试一件事情，就先去试，先去玩。我的渴望都来自于热爱，我觉得有了渴望才有可能。百事可乐，渴望就可能。